你快过来找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你不要不回我信息。没事儿，老妹儿，一家人不用道歉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是不是？你声音都变了，你变了，一见不见你就变了。你不能这样。这闭！哎，闭嘴！经理，我来接你了。我不走。你知道我多喜欢你吗？啊！好了，不行，我要赖着你。我要赖着你，不能走。那你先走了。那我别走吧。走吧，买单去。回家了。我要买单，老板，多少钱啊？小心。赶紧给他，小心逃！不能走，给他弄出去，弄出去！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不吵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